爆的点吧，就是警察可能有个残，比较残，你可以先打他，已经到点了，可能难受了，这一番难受了。左右还有机会追的。防局的一个想法。什么意思？做眼了？啊，巨人了。喂 ，A 打的一波一换一。哎，对了，漂亮。漂亮，漂亮，双杀。漂亮。我操！这个秒 A 打两个人啊。三个烟吧，这得。四号位也要被断，漂亮。剩一号位摸野。那猛子，猛子这边被锁定位置。好，锁敌。战术打不过，拿枪来凑啊。但我 C 四还在飞家啊。有啥的嘛？我都说跟你跟你们说，子弹有 BO 界。你看肖奇伦这个 M 是240发子弹，念旧180发，那老干爹的猛子是60发，这是 BO 界啊，兄弟，对不对？刚我们打质量局的时候，拿把他妈雷神有600多发备弹 ，BO 界啊！大用是看两个人的价点，然后念旧这边在 B 点是直接把局。这是没有烟啊，没封烟。小刀有人呐、啊，能不能叫 A 大的扔个白，577扔个白，上小刀打 A。又靠。肖启伦。但是顺势直接爆团要上小刀。来，说实话，他阵容容易架不。宇大帅。但是最近点我说不好。砸中门了。完了。听说背身，来看一下，看脚下。打一个。正面也没打过，人家都在中面了。他在小刀漏太多身了。嗯，听到了，大帅指定爆小刀，架人多了，对面才东路人这么多，对，直接集合了，也不太好打了呀。然后这拿下这一分的几率是很大的，这一分也是感受到了两个队伍在拿到人头优势之后啊，这个风格上的不一样。嗯，白沙就是想，哎，我有人数优势，这一分的话我就顺势而上。LGD 这边就是如果拿到人头优势就是折磨你，就硬靠，我就想利用这个优势把优势扩大，对，不到红秒绝不进攻，8-6，八比六，我操，他妈上来当保卫的，你知道吧，上来当保卫的大补，这个盖位是不是四重交值啊？哎呦，这边一个打一个糖啊，怎么了宝？我说这个小道站位有点似曾相识啊。对呀、啊，像我们什么时候打的？我忘记了。还是你就在位置吧，还是罗庄来的？就是全装，潇潇跟肖奇伦。那 S 七吧。是属于放着的。和二号位延开回到 B 包点进行协防会很快啊。四幺。就看中路这边单点的救哨了。是在 B 一，看一下 B 一枪，白了，没飞下去哦，这个、有点盲目的飞啊，那都走路出活了，对，漂亮正面，能不能跑？漂亮，这波，来一点点，来了，舒服了，剩下一点点，七叉，这个小七七这一场比赛打下来打残局挺多的次数，非常张口。后路掩盖好这个回防，被发现了，没机会，7-6，15个了，闹闹，15个了。领先的约瑟，把我微信发给这个伟哥，约瑟，杀15个了，约瑟。还想抓时机啊，这一次是两个步枪来架啊，二楼一个啊，这瞄得到吗？看到了，瞄不着，由于看不到。嗯哼，大帅撤回到了 B 一，手里还有一颗烟雾弹呢，烟马上要散了，什么时候续烟啊？再不续就是要抓时机了，要爆喽！哎呦，大帅这个可以啊，有点犹豫了，吸了烟，对。哎，别死！半残，左手半残。哎呦，漂亮！直接扑，石猫打了一个。nice， 漂亮，下来了。直接收掉。哎，人数优势。哎 ，nice， 没事没事，拉一。哎，别，稳一下，稳一下。稳一下。七七心里苦，有苦说不出。漂亮。哎呀，不带了，哎呀。
因为这位方很关键一个点就是，邱少其实已经两次选择这个 B 仓前点这个在烟里站着，然后去抓烟散的这个时机啊。我发给你吧，淼哥的小弟私聊给你了。没有办法做好去马上去开。约瑟巴干什么勾东西去了？烟散20秒，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切断好，就刚好就烟散，你续烟准备续烟的时候，这个人家能抓能看见你，然后就果断点，拿出来就丢出去，对吧？对。得去早一点，三我刚担心了一下 B 往 B 走一下，也不一定呢，没打完呢，兄弟不能上麦呢，翻平8-8，还没打完呢，不能上麦，不能上麦，没打完 BO5 啊，兄弟 BO5 啊，想法有的时候比较多啊，所以是选择了一个偏防 B 点这样的一个赌防 B 点，三是赌防 B 点的一个站位，还要来 B 吗这一把？哎，这个是看到反闪这个点，哎，这撒谎撒出来！哎，收点 ，YYDS 带走了，但是这运气破克服了。